上两集，欢迎大家又来到了第三集。嘿，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Win啊。全给我听好 ，You better sit down， 哇哇，亲爱的。OK， 你们可以看到嘞，这边就是有39代。跟41代，还有42代，我开过的就是39跟41，该送的都已经送到完出去了啦。所以欠了什么东西呢？39、41、42。所以今天我也没有打算要介绍其他的 fabric 给你们看了，就直接来开箱盲盒40代。哇！由于呢做过两期了，我就觉得那些得奖者啊，有些呢就会联系不到，所以呢我就希望你们可以就是尽可能的 follow 着我最近的动态。如果有抽到你的话，请你马上来到我的 IG 上面 PM 我。如果我一直都是得不到回应的话，我将会再一次的抽出那个幸运儿。总之呢就是要把他们送到玩出去就对了，就是那么简单。 OK， 今天呢就是要来开这个第40代的盲盒。嘉宾的话依然会有我们的 Jasmine， OK， 他在躺着，他有点懒惰，跟我们的 Benny。 飘向北方，别问我家乡。所以玩法呢跟上一集都是一样的，就是由我们的 Benny 来抽四盒。我觉得 Benny 一定是可以2.08，一定要抽到这一只蓝色，因为呢这个40代呢它只有一只是 2.08%， 再加上呢其实呢这一盒里面呢我是没有什么兴趣的，所以我就交由 Jasmine 跟 Benny 来帮我抽。所以一定要在 camp 里面，我们两个在那里面，不要吵了。来，现在我们来开箱，来，慢慢来，慢慢来，现在让Benny抽，来任意的抽，随意的抽，开心的抽，爽爽的抽，抽到你长板的那一种抽法，跟他抽下去，最好是抽满那个0.对吧？2.08%的。我要抽一个，你要抽一个啊。OK， 所以这边呢是Benny的压轴。OK， 等我们抽完了，就会由Benny来抽这五只，然后这个是Dixon。所以现在我们有请Jasmine 神之手。Jasmine， 来，可以，谢谢。没有什么好说，直接来就对了。OK， 我还是抽一两只来。刚才我讲我想要，就直接给你了。啊，因为呢这个相机会detect到我们的脸，所以只能够这样子，你们才可以看到那个熊熊。来，观众们，你们现在可以在荧幕前面呢，就是高声呐喊，来。来，我要听到你们讲哦。压死啊你！重复，一样。哇 ，ice cream 哦！隐藏版。喂，这个可以。6.25。这个可以。我这次嘞，给 Jasmine。抽全部这个，然后我抽这3只就可以了。其实我觉得啊，我对在抽这种东西的时候，我都很没有luck，所以。可是我每次也是。来，你别讲，别讲。OK， 如果 Jasmine 抽到隐藏版的话呢，我就可以 kiss Jasmine 一下。耶！这是隐藏版。这个不是呢，这个是重复的，是观众喜欢的。我看第二次。哇！隐藏版。看到吗？我要抽蓝色。为什么我一定要 Jasmine 的存在就是这样子？这只什么来的？很特别，这个水。盖着你们脸。等一下。可以搞这个。OK， 可以讲话。来，这个黑色的就是隐藏版
给你们看后面。哎、哦欸，没有嘞，你抽隐藏版的嘞，我要 kiss 你一下。没有了，抱歉。我要抽蓝色的。今天是 Wonder Woman。紫色，紫色哦。到目前为止嘞，重复的就只有一只啊，目前为止只有一只。喂。哦 ，ice cream。哎，这张纸。耶。OK， 这个是我人生中的最后一只哦，也是我最后一只的隐藏版啊。OK， 如果这一个隐藏版的话，我就把 Jasmine 娶回家。OK， 我要换了，我要换了。如果抽不到隐藏版的话，我就把 Jasmine 娶回家。再抽隐藏版，他就娶回家。Yes， yes， 把 Jasmine 娶回家。这只给你们抽到就真的是爽，因为它真的是很美。OK， 接下来 Jasmine。又要开另外一只了，什么来的？橙色，五点二。五点二吗？五点零八。五点二。哦，五点二。这个 OK， 这个 OK。青色，青色，青色。青色。哇哇！是不是？这个我要看，这个我要看。是不是很给力？讲青色来青色。我这只真的是非常精致 ，Milas。隐藏版，隐藏版的老公，他的老公，给他抽了这个一隐藏版的他的老公，6.25，雷呀、啊，哦雷，又是他。OK， 各位观众，你们又多了一只宝贝了。就是这个至少会中两只。OK， 来，可以，没问题，可以。然后换了那个我就中了蓝色那只，中间那只的，我的蓝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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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OK， 这个是最稀有的呗，就是 2.08%。讲真的啦，我们这一个已经 OK 了，我觉得 OK 了，够了，够了，特别是隐藏版。现在玩隐藏版罢了。好来，目前为止嘞，为大家谋到的福利嘞，就是这五只，这边还有一二三四五六个，所以现在的环节就是要邀请他们两位进来抽。然后我想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哦，你们有没有发现到这一次啦？竟然没有微信款，所以我觉得你们一定是有微信款的啦，一定是有，可能都在别人那边。OK， 玩法是这样玩，我一个嘛，对，五个嘛，对，给你换，你开完四个先，那边一个我们在一起看。OK， 来 ，Benny 先选，你要抽到什么？你讲看，微信款。不然就隐藏。这么要抽 basic， 是抽 basic， 我喜欢 basic 的。你抽 basic 的话，可是你要抽到有 A 的 ，Benny， 隐藏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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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藏版 A。第一个算。不是 ，sorry， 第一个算。basic A。来，先第二抽。隐藏版。躲避。我希望你抽到青色的。躲避。哇。抽手。隐藏版。我建议你不要看，直接抽出来给我。对，像我这样直接抽，原来全部在别人那边。加油一下，直接抽。Let's go。喂，国旗可以，没有抽过，五点二。OK， 我要你们抽到这一个，因为这一支呢是目前为止还没有有过的。我要加工，看什么加工？有看过吗？来，我加工差不多。来，不要看啦！啊，首先，一，哎，等一下，我还没有摸到啦！你摸的，一，我摸了，一，三，金色，喂 ，yes yes， 你，OK， 所以呢，刚才就是看过了由 Benny 的抽手，对。Benny 的那一边呢，虽然讲啦，他那边有三只的这个 basic 款，但是呢，他每一只的那个胸口的符号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还算是 OK 啦。再来呢，这一次就会送出这六只，耶、yeah, ！观众们，你们就好了。所以呢，今天我非常非常满意的呢，就是第一只有它，
就是最难抽的，然后有很多人都很想要的这一支，然后它的 material 是 matte 的嘞，然后另外一支就是刚才 Dixon 一直嘴巴一直在讲着，就是这一支陶瓷的，这个我觉得还好啦，没有人喜欢，我也没有很想要这支，有啊，然后接下来是这一支，这一支我真的很喜欢，这支非常非常特别。还有这一个压轴的，原来它就在 Dixon 的手，令我们这一次的 Beverly 180盲盒圆满成功哦！就是抽完了这整盒所有的东西，然后再加上有一支隐藏版，我不说太多，你们自己有眼睛看的 ，Jasmine 就是那么的好运。还有这个。两公婆 ，Oh my God, so cute. OK, 所以呢，我抽这个盲盒有一个信仰，就是只要有 Jasmine 在，我都不会怕亏钱。今天就非常谢谢 Dixon、Benny 还有 Jasmine 的时间跟他们的精力来帮我抽这边的所有的 Berry， 所以跟他们说一声谢谢。然后你们继续的支持，我就会继续的开箱，我就会继续的送 Berry 给你们。所以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边了啦。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Everybody, see you. 开枪给我听好 ，You better sit down. Whoa, whoa, 现在的开炮 ，You better sit down. Whoa, whoa, 让这些听到。